在 table 二这一边，它有 some value of the relation， 然后 express y in term of x。OK， 在这一边呢，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，它的这一个二三四五六十二二七四八七十五，我的 x 是在上升的趋势 ，y 也是上升的趋势，所以我的 x 和 y 呢，它其实是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x power n 这样的东西的。OK， 然后我的 n 呢是 positive value 的那一种，因为如果这个 negative 的话呢，三个 x square 呢其实是 inversely proportional 的，然后我这边有 y 等于三 x， y 等于三 x square， y 等于三 x cube。OK， 你看啊 ，y 等于三 x 的时候，我的 x 等于二的时候 ，y 等于三乘二等于六，所以这个是不对的了。然后其实这个也不对的啦，这个是 b 的，然后我的 a 呢其实也可以直接 sum 嘛。我的 x 等于二的时候 ，y 等于三 x power 减二，三个那个二 power 减二，三乘二 power 减二，三乘二 power 减二，然后它变成三个四 ，OK， 所以这个也是不对的。然后我的 c 呢 ，y 等于三二 power 二，四三十二 ，OK， 所以它答案是十二咯 ，OK， 十二咯。然后这个有可能是，然后我的 d 呢？y 等于三二 power 三八三八二十四 ，OK 不等于十二，所以这个也不对了。然后你在这一边你要确定它其他的那个东西 c 的那个部分，我的 x 等于四的时候 y 等于三四 square 四是十六，十六乘三四十八 ，OK 对了。然后我的 x 等于三的时候 y 等于三三 square 二十七也对了。然后 x 等于五的时候 ，y 等于三五 square 七十五，对的。x 等于六的时候 ，y 等于三六 square 六六三十六，三十六乘三一零八，也对的。OK， 所以这一个 c 是正确的。然后你可以在你的计算机那边按这一个三 alpha x square， 然后 calc 我放二等于我拿到十二。然后我再按 CLC， 我放三等于，我拿到是二十七 ，CLC 四等于四十八 ，CLC 五等于七十五，然后 CLC 六等于一零八 ，OK。当然我们也可以做 mod， 然后第五个 equation 不是 mod， 然后我在这边 mod 第六个 table， 然后我的 table 呢我就放三 x square， 三 alpha x square。然后它 start from 什么 ？start from 二，然后 n at 六，然后 step size 是一 ，n at 六 ，step size 是一，相隔一 ，OK， 所以你看它这边就二三四五六出来，然后它就十二二七四八七五一零八 ，OK， 然后其实你可以把这个 x power 变成减二的话，你看到它的那个表，step 全部一样的时候呢，你看它这些都不对了 ，OK。然后这一边你也可以让它这一个是 x power 三 ，OK， 这个变成 x power 三 ，OK， 二六一，然后你就这个二四八一九二三七五六四八，然后如果我在这一边我把它变成是 x 的话，这样，然后它是六九十二。十五、十八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来，接着在这一边呢，它两个男的，然后来刷墙，然后它需要两小时三十分钟，然后 T inverse y，T 打叉一百 y，OK，、okay, 所以 T 等于 K 百 y，OK，、okay, 这一个是我的 T 等于二点五小时，二小时三十分钟就是二点五小时。OK， 你的30 minutes 会是等于二分之一小时，等于 0.5 小时，这个是小学的东西，详情我就不再讲了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一个我们的这一个 number of void 呢是它的 y 来的。OK， workforce 它的 number of workforce 是 y 来的。然后它的 t 是它的 time，time 是 2.5 小时，这个是 time。OK。然后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拿到那一个time 是 2.5
times 2.5， 2.5 等于 k 的那个 y， 没有没有 y 是2，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2.5乘2，然后我拿到是5，然后我的 t 会是等于5个 y，然后在这一边 t 等于5个 y 之后呢，我就其实我是在这一边这个是 k 等于这个5这一边这样，我把它放进这一边，所以它就会有t 它说 five boy 就是 y 来的咯 number of workforce，所以 t 等于5个5，然后它就1小时，所以它5个人1小时就可以做完了，所以它的1小时呢也等于60分钟，OK，OK，我刚刚用的是 in 小时，如果我刚刚用的是 in 分钟的话呢，它又会不同的东西了。OK，是 number in minutes，它要的是 in minutes，OK，60 minutes。所以刚刚的这一边呢，这一题呢，它其实还有另一种做法。OK。不过，在我做另一种做法之前，我们先把这些号码涂上它的不同的那个颜色先。好，来，所以我的这一个呢，我可以另一种做法。OK，另一种做法是怎样的呢？就是说，我在这一边，我的这一个，我的另一种做法是，我刚刚的这一个东西，OK，它这一个我的 time 我用。2小时，2小时呢会是等于2×60，等于120分钟，所以120加30，这个是150分钟，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的这个我改成150，所以我的这个2×150，它就会变成300，然后这一边它这个就变成300，然后这边是300除5，然后300除5，你就直接拿到60分钟，OK，好，所以它答案一样，可以。